说那个人力车，然后啊，经过这一次地区，真的是全部都是人哦。啊，全部都是。这样会不会凉凉的？你看这个地方非常的合法，就坐着这个车站啊，高高的，然后穿越人群。可爱的那个杂货店哦，是葫芦。こんにちは。这边这个是另外一个店。